Thank you, sir. Thank you. We will take as the next speaker the China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. I'm here.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。刚刚听到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发言内容，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出生在中国内蒙古的蒙古族，我的成长经历呢，就是中国的民族政策受益的一个过程。我参加高考的时候。 政府给予了我10分的优惠。当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还通过少数民族高级人才计划读完了硕士学位。然后我现在虽然生活在北京，但是每年还会到内蒙古2到3次。我的亲人们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。现在呢，我生活在北京，也从事着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的相关工作。我感到非常的自豪。我们的好多工作内容呢，就是支持少数民族的青年人有机会融入城市里面。现在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非常快，许多少数民族和其他公民一样，都愿意到城市中追求更好的生活。为了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城市，我们的经验做法呢，就是要把重点放在社区里面，让一些少数民族的青年人发挥他们的主动性。他们接受现代文明的能力很强，可以成为政府和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桥梁，同时呢，注重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，给予他们提供咨询和各种公共服务，比如就业、语言、社会保障和法律援助等。好，谢谢大家。 Thank you very much. Again, a good example of timekeeping. Thank you.